收看智慧菩提。人生多一份感恩，就多一份美化。能为别人设想的人，永远不寂寞。欣赏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想让自己在生命中没有缺憾，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对人、对事有所希求，心中没有过多的欲求，生命就不会再有失落。学会放下，就是要放下执着，因为执着的心是所有痛苦、害怕和烦恼升起的原因。放下不是放弃，而是暂时停下脚步，放宽心，看看能不能打破原先的限制，重新领悟到真理。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正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只有在放弃那些捆绑着我们的事物之后，才能获得最伟大的成就。
放下可以让生命及梦想更为广阔，放下才能重新拥有。放下一点点执着，你便会有一点点自在。放下多一点执着，你便会有多一点的自在。在完全放下时，你便会体验到完完全全的欢喜自在。凡是学会放下自我的人，就会变得更加成熟自视；凡是释放欲望与执着的人，就更能自由自在地活在爱与和谐的状态中。要一个人马上放下是很困难的，他必须先了解到唯有放手才能拥有更多。不是每个人在当下就能马上领悟，人们往往必须经历过人生旅途中的许多事件，才能从经验里慢慢学习，体悟到这些道理。其实，放下不过一念之间。人生最大的财富是知足，最大的利益是健康，最大的胜利是无嗔，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悠然自得。想想自己拥有什么，人总以为拥有的越多，就会越快乐。事实上，是要求的越少，执着的越少，才会越快乐。
快乐与拥有多少物产并无关系。在你缺乏财富时，你日思夜念要得到它们；在你拥有时，你又会日夜担心怕失去它们。要多体会，多珍惜自己拥有的，不要总看自己所没有的。碰到生命中的种种问题时，我们应该这么想：我要好好反省自己，不要把问题归罪于别人。我要让自己更有弹性，而懂得变通，而不是被困难、障碍惹火。我要用仁慈、温柔的心面对每一个问题，用清醒而健康的态度处理所有的冲突。我要确实面对问题，改善我与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问题抛在一边。我要将问题、困难、障碍视为成长利益的来源。我要以从容的态度接受生命、工作的无常。
在任何沮丧、逆境、挫折中，我们都应该告诉自己，我并不是失败，只是目前暂时不成功而已。这负面的能量，我一定能够承受，并将它转为正向的动力，用智慧化解一切烦恼。佛教的修行是要我们培养、累积、建立什么东西呢？答案就是智慧与福德。智慧是彻底了悟究竟实相，空正见；福德是慈爱悲悯一切有情，菩提心。智慧资粮者，未能断除一切烦恼；福德资粮者，未能长养一切有情。我们要学菩萨行，就必须积极建立聚集世、出世间一切善行、智慧与福德，这是千万不可忘失的修行重点。我要以积极、快乐的心情做事，而不是散乱、忧虑的情绪。我要用平静的心情、轻松的身体，处理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压力。所有的障碍都是无价的财富，所有的失败都是智慧的老师，所有的逆境都是幸福的开始。遇到困难、障碍的时候，
或许正是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人生开启另一道门的新契机。宁静来自于内心，当我们的内心平静，我们就可以与周遭的人和平相处。所以，一颗善良平和的心，是最根本的和平之道。心中不存善念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唯有人人不起恶念，让心中充满和谐和善意，方能达成自身周遭以及世界的真正和平。的菩萨，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被遗弃的、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至生病的流浪狗。目前在北中南几个护生园区里面，总共已经超过3000多条，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但是各位，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不断的关心，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幸福的生活，将来安享天年，得胜净土。感恩各位，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救这些流浪狗。阿弥陀佛。让不舍悲怜化为积极救护，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护持流浪狗饮食医疗。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德林念佛寺举办精进弥陀佛期，恭请从此法师主期，时间12月15日至12月21日。于12月14日下午4点前报到，地点德林念佛寺。报名方式：邮寄南投县国姓乡北港村北园路48-1号，德林念佛寺户籍主收。电话报名：0492461870，0492461870，0492244034，0492244034，0424373343。04-2437-3343，传真报名0492461871，0492223211。台中火车站前备有专车接送。生命自我超越与觉醒，法鼓山短期出家生活体验第11届生命自觉营，2014年2月8号到2月16号，欢迎来电洽询。这是佛陀的心愿，
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老妈妈，她有32个子孙，都很庄严，国王很喜欢。有一天，有一个坏的宰相设计了这32个人，送给他们一人一只鞭子，结果鞭子里面藏有软刀。那这32年轻人不知道，带着去皇宫，结果这个宰相就跟皇帝说：“皇帝啊，这32个年轻人要暗杀你。”皇帝说：“是吗？你不信吗？他们身上都带着软剑啊。”然后呢，就把32个人抓起来以后，把鞭子啊弄开以后，里面真的有软剑。32个年轻人没话讲，哦，皇帝就很生气啊！哇，我对他们那么好，特别是他们的妈妈，我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姐姐一样，她居然啊！叫他的儿女要来伤害我，就当场把32个人斩头了。不但斩头，还叫那个老妈妈：“你自己来把32个头运回去吧。”哎呀，你看对这个老妈妈何等的伤害啊！各位，如果我们一个小孩子感冒了、生病、舍报了，我们都哭得死去活来，结果32个小孩通通被斩头，叫他亲自来抱头回家。你看这个妈妈情何以堪啊！发生这个惨案以后啊，那有人就问佛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他说啊，过去啊有32个年轻人呐、他们出去外面呢、偷了人家一只牛啊，偷了以后啊，回来就准备把它杀掉，哦，一起吃。然后他们偷回来以后啊，在杀牛的时候，他们的老妈妈知道这个事情，不骂儿子，还说：‘哎，你们好棒啊，还帮忙他们杀，帮忙他们煮。’”煮给32个小孩子吃，佛陀就说了：“这个老妈妈为什么这辈子要死32个儿子被斩头啊？她上辈子随喜她的儿女杀牛吃肉，她这辈子就要遭受这个果报了。”啊，所以各位，业报很可怕啊！啊，我们想到过去，我们想到过去自己造的恶业，乃至过去世乃至现世，想到就好可怕。你比那只鱼，哦，那只鱼不错哦，蛮好吃的哦，你到现在都还在头痛呢。释迦牟尼佛只比三下就要头痛三天了，那我们看了多少啊？啊，比了多少啊？所以想起好可怕、啊，什么事情是哪一天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太可怕了。今仔日是六斋日，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瓣，不烹油导心，不观听歌舞，不非时事，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随喜功德，阿弥陀佛。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飞抵加尔各答，还以为会先到尼泊尔，
所以夏季时披上厚厚的斗篷，准备迎接袭来的寒风，却迎上了加尔各答凌晨的柔凉和机场背着30步枪的印度警察。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机场。但是夏季出口处的建筑似乎比我们的车站海谷还小些，几只电风扇悬在低低的天花板。领队的先生开始和海关人员周旋了，似乎相当麻烦。他们竟然明言要礼物，便宜的原子笔、打火机在这里是珍品。我不愿把这件事当作是贿赂，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交流中，我们付出的只是小小的笔、打火机和戒指，而他们却给了我们朝圣的方便。当一个人的内心贫乏到要向别人伸手时，作为一个朝圣者的我们，又岂能没有责任？贫穷并非衣衫褴褛，贫穷也非蓬头垢面。贫穷是内心一种缺乏的感觉和外求的欲望，是一种清吝不舍的表现。而我们谁又不是穷人呢？我们每天锁着门窗，闭着心扉，在守护什么呢？守护财富吗？我们有什么财富呢？那种恐惧失去的感觉，造成精神上极严重的贫穷。我们一行30多人，总共丢掉了11件行李，在机场等待又办理登记手续，延搁了好久，以至于有足够的时间来欣赏这一座星空下的机场。这样的夜，这样的气味，由地板上2道简单的行李输送带，一块写着欢迎到加尔各答的简陋木牌子，几张黝黑的脸孔穿梭在各色的面孔中。仔细品味，这一切均叫我心酸。不知道为什么，在印度的第一关便遇上麻烦。朝圣岂能容易又简单？想当年，玄奘大师发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渡一步生之宏愿，以双足步行踩过今天我们飞机飞过的土地沙漠，风沙如旋，烈日如火，昏死荒野，饥渴交迫，都没有令他升起一念的退悔心。何况今日我们舒适的凌空而来，岂有以小小挫折生懊恼之理？几位遗失行李的法师和居士看来都很沉着镇静，还有点幽默，仿佛一件衣服穿他30天，无物一身轻。更像佛陀所说的，我是个一无所有真理的追寻者。在机场周旋了好久，手续进行很慢，由于语言上的障碍，面孔又隔着一层黝黑，也很难读懂他们真正的意思，彼此了解真的是很难。同样的肤色，同样的语言，有时都难以沟通了，何况谈到了解这么深的字眼，常常
在同一个教条下，彼此的心都还是分歧的。要知一切众生心，说一切法，真是一条太遥远太遥远的路。像我们招手的华侨和将带领我们的上午下签老法师已经出现在眼前，然而我们却还出不去。后来信奉一位华侨正巧搭机回应，于是帮了我们大忙，带领我们通过这个难关。从他验关时，有检查行李当中露出了一部《妙法莲华经》，我一眼看见，突然内心充满了感动。一则喜见大圣佛法的流布，一则感受到于一切时中遇一切境界，皆佛慈变化，应作如是观。此时此地，从此人代中一见此经，突然内心绽露一线光明。出了机场，黑暗中有一部大车等着我们，车有三层，地下室和阳台堆行李，人坐中层。乔岭的儿子为我们把行李捆绑好，没有月的夜色看不清他的面孔，但是却在他那忙着用力伸缩的双手中看见无边的诚恳。这样的星光，猎户星座腰带上的宝石同等闪烁，然而这是多么不一样的气味啊。黑夜里，我们的车子驶在加尔各答的路上，有一段路车身摇晃，摇晃得像个醉汉。窗外一间间低矮的房子在黑暗中掠过，一堆堆垃圾山传来奇异的气味，震动告诉我路面的坑洼。不知道为什么，泪水一阵阵地涌出。这就是印度吗？这就是印度，我魂牵梦萦的印度，佛陀的家乡，苦难的家乡，也是智慧与慈悲的家乡。如果您不曾嗅过，您不会明白这是何等的气味。正当我眼泪扑簌簌时，黑暗中传来两位法师的对答声。啊，他们这里还这么落伍啊？另一个声音回答，您是学佛陀经教的人，真正的落伍是内心的落伍。颠颠簸簸来到玄奘寺，远远看见一盏盏摇曳的火光，是华侨提着煤气灯来迎接我们。玄奘寺旁就是难民营，你可以试着体会如何是默默凭虚一佛寺，如何是难民营旁一佛寺，如何是一群风尘仆仆的朝圣者到此寺。由一道简单的山门进入，殿前道上我载奔而行，殿上微光中的佛陀，他的双眉如此柔弯，他的眼中似乎闪烁着泪光，仿佛听见归来吧孩子的召唤。寂寞里我的呼吸声是啜泣，一次次礼拜，一次次瞻仰，他的眼神是如意众生未得度，我佛终宵有泪痕的慈光，
而他的微笑又是何等超然自在。奇妙的就在这智慧的超然，而又慈悲的不曾遗弃任何一个众生。这种奇妙如此安慰着娑婆世界游子的心怀。寺里古红色的地板，一看就知道花过一番心血擦亮的。每一张床四角都有高高的杆子准备挂蚊帐，床上已经为我们铺好了整齐的床单。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然而我何德何能劳师动众？和墙外的难民营相比较，这儿无疑已是天人居处。煤气灯的光如此柔美和暖，仿佛回到了古老的时代。不觉得刚从台湾来，却好似通过了一个时光隧道，归回从前。隔着蚊帐看微光中的窗外，看见帐上一只只蚊子，心中忽有一丝歉意，不知何时睡着了。在印度围洞的晨朝中做早课，可惜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寺庙中的注重如此稀少，玄奘寺的早课难得有此盛况。想要把佛陀的圣言量朗声再传回印度的每一个角落，大声地诵念每一句经文，每一声佛号，渴望着有一天和诸佛菩萨同一鼻孔出气。一念再念，一诵再诵，念到佛菩萨的愿力深植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愿力，念到整个心泡在佛的清净大海之中。早课后，华侨为我们准备好丰盛的早餐，印度米煮的稀饭，手制的面包，印度奶茶和可口的菜肴，口里尝的是这美妙的滋味。而望着窗外的难民营，心中却不是滋味。我非常确定，假如能够往生极乐，我必定会匆匆赶回来，带着净土的曼陀罗花遍植在这苦难的地方。参观支撑印度佛教的几个支点：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学会，法师请出舍利，佛陀的舍利，让我们礼拜供养。不知道为什么，颊上又有两股热泉，轻涤我一脸的尘埃。我无法描述这种感觉，但是想问，我们的心中几曾有过如此真挚和澄净？世尊，请给我片刻，让我静静跪在您的跟前，所有一切刺耳的、不和谐的，在您的悲怨中都化为一片甜蜜美妙的谐音。无始劫以来的昏昧糊涂，到此刻似乎有了一丝曙光。下午参观华侨在印度所办的培梅中学，好一座培梅中学，虽然楼墙又黑又灰，但是在印度加尔各答一片杂乱的牛皮中，它矗立着。培梅中学的墙壁上贴的是熟悉的文天祥戚继光的故事，
国父孙中山先生和甘地先生的照片，一起俯视他们的办公室。稀少的小朋友在简陋的教室中仰望他们的老师，就这样文化的命脉流传着，圣人的言教也得以流传着。有时想想，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呀！有如一朵梅花，要开在这一片夜里是盛寒、白昼是炎暑的土地。然而，无论如何艰辛的工作，如何不可能办到的事，都有人默默地奉献着。您也许永远不会认识他，或了解他的伟大，然而这又有什么妨碍呢？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人这样默默奉献着。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菩萨精神。站在培梅中学的阳台上，放眼来望望这一座城，整个是一片灰色、黄色、黑色的组合画。您看见那一头头肋骨可以数得出、皮毛剥落的牛，无精打采漫步着吗？您看见那成群光着黑色的身子、鼓着一个个可能充满蛔虫的肚子的小孩吗？您看见那一辆辆的人力车吗？这是佛陀的另一种现身说法，而我们听见了什么呢？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离开培明中学，搭上车，车子在路上驶过，由于已是大白天，明亮的阳光把这一切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切在昨夜的黑暗中无法看清的。然而每每看清了一幕，心中就添增了一份酸楚。我偷偷看同行的大德，一个个眼角都湿了。您看见那乌云盘旋的垃圾山吗？您看见成群的乞丐和因争食吗？您看见坐在人力车上的人和拉车的人异样的表情吗？墙上、地上、树上遍贴着手压一团团的牛粪，在那儿接受阳光印度式的照耀。一条分不清是灰、绿、蓝的布，两只杆子，两道牛粪墙是一个屋子，一个低黑的门，一个生火的灶，几个锅子，一张板子，就是一个家。大路旁的一滩水是一个天大的浴室，您看看那孩子洗了半天，分不清是皮肤太黑把水洗黑了，还是水太黑把皮肤给洗黑了。您看见那光着身子在路旁尿尿的小男孩吗？您看见那小女孩提着一桶看起来实在超过负荷的水顶到头上吗？
还有那一个个头上顶着大篓牛粪的孩子，正赤着脚走过这粗的割人的土地。总是有一群群孩子包围着我们，黑皮肤的脚上总盖着一层厚厚灰白的沙子，尽管他们的头发粗糙，又一根一根粘在一起，尽管他们的手粗劣有如竹编的筛子，但是他们的眼睛好美，修长又有神，他们的笑容依然有如绽放的花儿。孩子们，我们奉命不能私自给你们硬币糖果，唯恐你们争夺，又抢又打，一团团发生危险。但我真想把你们拥抱在怀中，你们饥饿渴盼的眼望穿我易感的心，我转过头来不敢让你们看见我眼中的泪光。台湾的孩子们撅起嘴不要的东西，在这里可能是宝物，求都求不到。我真惭愧，来自物质如此丰厚的国度，然而我的眼睛不如他们有神，我的笑容不如他们灿烂天真。圆满生命波罗蜜，精进修行满人间，断除三毒诸烦恼，慈悲菩提大愿力。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快乐从哪里来？关心别人，关心众生，那就快乐了。痛苦哪里来？只为自己想，自私，那就痛苦了。所以佛陀跟我们说，不要起贪嗔痴三毒，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就会受苦。那要怎么办？菩提心、慈悲心、空心，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愿生命电视台祝大家生命圆满，阿弥陀佛。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台北东区中心迁移启事，新址台北市南京东路5段250巷2弄14号一楼，联络电话02-2528-2656，02-2528-2656，传真02-2528-2686。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举办共修法训。十斋日晚上7点恭送地藏经，每周五晚上7点礼拜88佛，地点高雄慈悲道场，地址高雄市左营区中原路189号地下一楼，联络电话07-556-9911，07-556-9911，道场提供免费助念及各宫庙赞经，欢迎预约。山傍水的新北市贡寮，是一个宁静又淳朴的小镇。海天无垠的景致，伴随着海风，是它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据当地老一辈人家口述，相传早期
宜兰罗东圣母医院的八医师经常和医院同事相约，从宜兰大溪走约两个小时的路程登山到现在的桃源谷。当时这名外籍的八医师眼见内寮浑然天成的美景，有透着台湾先民们的历史痕迹，丰富的人文生态宛若世外桃源，于是便称这里为桃源谷。而中华护生协会所救护的水牛就在这片让人身心辽阔的净土悠哉地享受生活。远远望去，这长达三公里的绿坡就像是一张大自然送给人们的绿荫地毯，调和着蔚蓝的海天，不自觉让人心旷神怡。护生员成群的水牛无忧无虑地悠游其间，一起编织着如诗如画的田园美景。原本想将自家21头水牛转卖他人的萧师兄，因为姐姐的慈悲与建议，并在好友的协助下辗转告知中华护生协会，联络上秀慧师姐，希望有人能够发心协助抢救下这21头水牛。在海涛法师得知后，师父更亲自前往了解并关心，之后便决定将全数的水牛抢救下来。而慈悲的师父还希望能让这些水牛继续留在桃源谷，让他们生活在这片熟悉的大草原，并委托萧师兄继续照料他们。在古早以前，先民们从大陆移民到桃源谷这里落地生根，当时这里是一片树林，刚开始人们从种植番薯开始，而逐渐开辟田园，也由于农作的需要养起了水牛。这里的水牛都是自由放牧，百年来皆是如此。也因为水牛每天的走动及吃草，才让桃源谷从先人开拓至今一直维持着这片绿荫不断一望无际的青翠草地。而桃源谷养护的水牛依然可以生活在这片无忧自在的大自然中。一切生命虽然在形体种类上有所不同，但生命的本质及其生存的意义欲望与我们人类并无丝毫差别。中华护生协会为了履行佛陀慈爱及平等的教育，长年来一直以积极的态度抢救生命，无论是让物命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或者将其养护在护生园里，这一切的努力无非就是希望让他们免遭被捕杀的恐惧，也还给所有生命生存的权利与尊严，更借此身体力行佛陀的慈悲，实践菩萨在人间的利他精神。中华护生协会全台各地护生园区养护牛只数量如下，欢迎十方大众发心救牛与随喜护持养护费用。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